Hello，杨金敏，嗨，很多球迷都在等你现在等下要做线上记者会，那你自己本身会不会很期待呢？期待，很期待，对，红绿的，对，就是蓝，对 DB，哦，我们对 DB，对，支持你的粉丝说些什么话呢？就是他们在网络上等你等很久了，这样子。啊，就感谢你们就是长期以来的支持啊，对啊，那我非常谢谢你们。OK，好，那我们等下就要直接进行线上记者会，Let's go。有疾病的早点睡觉，心脏不够大的没事就早点睡觉。就是以前就是比完赛之后，他就拖将近快2个礼拜、3个礼拜，就是很多球员。拿下2胜晋级季后赛，那你觉得如何保持上周2连胜的霸气，挺进冠军赛，然后防守、进攻、篮板等等怎么做调整？美足参加了，哦对，没有回阿美族参加丰年祭吗？有没有机会听到你唱阿美族歌曲？应该就不会了。不是跟你挥手，是跟裁判挥拳。他也有跟你挥手，你看到吧？对，如果你是女生的话，会选择哪一位球员当男朋友？为什么？守正。何守正。嗯，为什么？嗯，顾家孝顺。顾家有孝顺。嗯。你的脚多大？你的脚多大？15号。15号。US。韧带受伤后是否能够再重回球场？你应该打一下球吗？对。要看严重情况吧。积极做不假。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汉创和 DB 举办一个线上记者会，然后可以跟支持的球迷，然后做一些互动。那希望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活动能够跟你们相遇，谢谢。感谢所有球迷的支持。虽然只有短短的10几分钟，那很多问题没有一一办法回答你们，那在这里还是非常的感谢你们，那我会继续努力，谢谢。